那说到乐队，我今天也有一个朋友是玩乐队，然后呢，我在跟他面对面认识之前，我没有想过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。然后他今天来，我特别的开心。于是我想以示隆重，我怎么介绍他出来？我之前想过很多种方法，我要不要自己弹唱那首歌曲？后来觉得不行不行，他是玩乐队的，还是不要，还是不要。然后呢，就想说做一个 VC 啊。后来想一想，可能他会有点嫌弃，他会嫌弃。想了很多很多很多种方法之后，我后来觉得，对于他这样一个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来讲，我觉得没有什么比他的音乐响起来的时候，全场的观众都会唱，都会欢呼，是更好的介绍他的方式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让他的音乐响起来，好不好？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。
我们清风，我应该不用更多的介绍他，大家应该很熟悉他。